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当然准备好了。我是说你准备好当爸爸了？准备好了。婴儿床、婴儿车、尿不湿、奶嘴、尿频月嫂，就差姓名了。就给我耍贫嘴吧。知道我想问什么？其实说实话呀，并没有。我根本不知道该准备什么，我只知道我爱云兰，她呢是个没什么安全感的女人，我想给她一个家。有这些就够了，说明你已经准备好了。我相信她肯定会是一个好妈妈，一个好妻子。那我们开始吧，结婚。